的学长，他也算是当时系上的系草，爆炸出来。爆炸出来是哪一种类型的？我想看。以前很多人说他长得像金城。我的初恋其实是在国中，他非常高，他183公分，极品耶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他在我的眼里是帅哥，我是觉得他长得很像吴彦祖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